不用紧，你拿不录吧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哎、欸，你不是那样，不跟哪里一样？因为你很耗吗？他的马扎哈耗吗？来 blue 这边，那个是 red 哎、欸，你刚才在那边围住你，你要拿 red。我很干装的，看到有时候看到你待太久，我就会讲了。这边很多那个，我等一下帮 Vin 买那个哎、欸，烦死人了！我等一下 rush 那个 Mikael。多少应该赢？就是一个没有脑的张哥。我玩飞了嘞，上波次回不绝1200块。小心一点。
Sorry。肯定打得过 Top Lane 我不懂 Top Lane 你小心啊出来！我们要死了！来来，不用紧，我们可以打。我有 exhaust。Falling the tower吧，应该来得及吧？我去中路，这么多红将，很多兵。怎么样？给一万一度哎！那时候跟你讲是无脑的，问我在干嘛？这场又是 free win， 更多的没话说了，对不对？这个 SP 是没话说，那当然。我的1400块，这么有钱。身为 SP 的我这样快有钱，还真难得。那再来闪爆我一下。潘森下去了。三大，还是有大，还是有大。
遇上伊了，对不对？对面落下落地很伤心，这个 SP 应该被骂狗，上面的喜欢让他用屁股后面。不急不急，如果他们在的话，可能我们可以我去中路，汉森没有大量。你要给试一下，你要试啊，我先来。他说：“我现在已经被爆了，去中路。”江哥在哪里啊？可以拿，我们可以拿。Oh no！ 他 LG 干掉。他 LD 过，他没 LD， 我们直接拿，直接拿。他的配合你看到了没？我去下路。OK。去中路拿塔。信任我，信任我。去中路拿他，哎，中路死啊！可以吗？我没有敌，可是我有破，很痛。会听话的。嗯，有他不用出来。不听话的话，应该来救我。那你的宰人是谁啊？B 是哪里吧？马来人还是什么？华人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上路可以吗？还不用紧吗？接下的路已经，接下那条路已经是我赢了这个。
翻身没有大。怎么这么烦的妹子？你来就可以了。我的天空不错，最主要是你需要我。然后来中路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强制，我们的 ADC。No no no， then go drive dragon。看你的钉空咯，毛泽东，毛泽东是可以讲的，要看你钉空。想玩 ADC 赢的，哎呀，算了。是也要赢一场。有吧，快点，队友死了。不知道的，中路聊天，打他打他，别了，别慌别慌，江哥还挺会啊，江哥在这里。
他应该会去中路，我不上路。没用，没用，没用，别跑啊！我给你熄灭。可以了。他的兵就有那么飞了。加速吗？那就寒生。妈的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其实你应该像你一样多练双眼吧。没有没有，哦，你也是没有 TP。89了，我们家全部都来上路拿塔先拿，来上路拿塔先。你们三个人地洞这边强制压，不让他们阴谋。来来来，快点快点杀！我去帮你们三个可以吧？盘城在上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拿他，我拿他，我拿他。不用了，不前置。三三回将应该是。上路上路上路。可以吗？留这个玉云魔法给你的伤，给你伤不用小心了，一下子我就掉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？打打打打打！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？现在知道为什么给你伤不用跑？